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河北四股圳宜安路171巷，因为嘉庆路开通了后，这条道路就变成当地居民通往国道3号的重要道路，车流量变大，路面算是真下个破旧，关节落差嘛真大，今日发生交通事故。伫个镇民代表积极走动之下，顺利摕到国有土地甲部分私人土地使用同意，镇公所嘛当伫个遮进行道路改善甲拓宽工程。再来好再去河北镇民代表会马专工安排下乡考察的行程，前往现场视察，了解工程的进度。河北四股圳宜安路171巷，因为嘉庆路开通了后，成为当地居民通往国道3号的重要便道，车流量也愈来愈大，但是路面真矮，佮破旧，关节落差大，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在镇民代表蔡中顺的积极走动之下，顺利取得国有土地和部分私人土地使用同意，公所也正在进行道路拓宽工程。我们代表会下乡考察哦，来考察到咱这宜安路171巷，即摆这条吼就是咱这个三号高速公路哦嘉兴路，然后算是一个替代道路的，然后原本的一个道路路面就是安尼破破烂烂啊，所以讲公所想接受到咱民众对代表的一个定情吼，啊，咱就来个扛起来啊，还有一些国有土地。私人土地我们取得某部分的一个同意，我们也把它施作起来，尤其是百合我们的郑董事长他的一些土地他也提供我们来做一个道路使用，然后还有一些我们需要努力的，我们把整条道路用起来，目前来讲有高低的一个起伏，我们会做绿美化来加强把这个道路用起来。都有公寓的吼，有私人的，有水水流的啦，这个主流的跟公有的哦，啊，排号哦，国内上长啦，人伊那嘛拢长起来，大家为着交通会安全啦。在了好上午，河北镇民代表会也特别伫临时会期间安排下乡考察行程，甲镇长阮厚觉亲自到现场视察施工的状况，尤其感谢百合工业领导，共同来提升该路段的行车安全。是配合我们嘉庆路呢的一个拓宽，我们宜安路171巷。的整个道路也要拓宽哦，那连接到整个的一个交通更顺畅，所以呢，百合这边有捐地呢，能够让我河北镇公所这边呢，整个拓宽会更顺利。所以呢，这次呢，镇长跟我们代表会的主席跟代表们呢，也一起过来会看一下整个现场。然后觉得店长指出，真正真感谢企业来同意土地使用权，才有办法来解决宜安路171巷的交通困境，让驾驶人有一条安全的路通行。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